洋洋不那个酱油死在这里，酱油死在这里，这一小格，它在水底，它不会游泳出来。对啊，你要怎么游出来啊？你要两格水，要两格。可以啊，它这边其实是游出来的，它这里很轻松就可以游出来啦，就是跑酷键啊，跑酷键就可以。你真的不行，对，你就按前扛错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前卡我也可以走出去啊。哎、欸，可是谁跟我说 shift 啊？我按 shift 我就蹲着。扛错错吧，扛错啦。那有谁是谁跟我说 shift 的？谁啊？你这意思不要怪别人，都是自己的问题。对，我跟你讲是真的。你这里金角挖两格出去也可以很快，你自己被夹死。水流进来，可是我一直记得有一上次问怎么游泳，一直有人跟我说。你那是雷暴了你！我就一直按去不得，我想说我怎么他妈一直蹲着。可是你一直讲说钱也没错啊，钱也是可以啊。对啊，反正你让我跑起来就可以。而且重点是你就挖干净直接走出来就好了。可是刚刚边界再来了。我已经在水里啦、啊，不能挖。来，我解释一下，因为他一开始质疑我们说为什么不挖两格往上，我们说你脚下放火把就好了，脚下插一个火把往上挖就好，啊、他一定要挖两格往上。然后他就一直在质疑，对，一直在质疑。然后就在他质疑的过程中就被压死了。我没有，自作孽，活该。我没有，我说你没有啊，边界也没有压死你啊。哎、欸，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挺听话的啊，至少他叫我往左就往左了，遥控室走路，遥控室死要你死你就死了。我去，他说他一直活在1.12，1.2。对啊，1.2，1.2，1.2。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地表地在那边战斗，然后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小雨刚刚有搭船，然后那时候看到船，想说是小雨，然后我原本以为那洞窟是卢米，然后就过去看，哎、欸，原来是小雨，他开船的是泱泱。不是啊，我没有开船啊。哇，好快哦！我们这上面开船的都很搞混，就不知道到底谁在那边开船。我在乱带头颅。我就听到就是团团说他在逃跑，然后说、哦、我看到你了，你跑过去了，然后我一挖开就看到巧克力走过来，说我完蛋了，我死了。我就死了。我原本以为你是卢米，过去，哎、欸，是小雨啊，这一定打，一定打。不是，是我上面看你们赛船啊。吃掉他，吃掉他。超惨的。哎、欸，可是一开始那个是什么船错队伍？啊，对啊。为什么他一开始为什么传错队伍啊？他是把三个人，就是同一队三个人都分开，然后我们这一队的都被拆开来。哦，是不是感情不好？难怪我们会有。我跟那个酱油和繁星一起来，然后刚好繁星就直接跳下去。不是，我跟酱油在上，我就想要把酱油打下去。我踩不到点，踩不到点，我踩不到可以踩的地方，就一路往下掉。因为那时候直接就掉下去，我就看到旁边，哎、欸，是繁星啊，怎么那么近？他想说。就跟隐约讲说，隐约把他打下水，隐约就往下跳，就是摔死。你刚刚说是自己摔下去。对，隐约你跳下来好了，我们在下面，我们在下面。对啊，反正说你在下面，好，我们就往下跳，然后跳到下面是一块地，哦，完了。其实有开背叛者模式。哎呦，快吓死！我们是看到我跟团团看到哈基，我们就是狂追。对、啊，超可怕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一头，我可能掰了，你们就赶快跑吧，你很可怕。我还是看到一条往上的水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们过去找你。我是流到最上面，很上面之后把水堵住，然后小雨还刚才回头往准备要咬我。对啊，差一点点。然后你们几队没有遇到这个事情吗？都有吧，都有啊，都有。有啊，我在鸭那边啊。那是我们三个人都被拆开，他们是两个两个一队。啊，懂懂懂。我想说，怎么是雨渊的卢米吓死我了？为什么啊？不知道。这也不错啊。很刺激，好笑哎！让你一直被追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那开场就很……我们前面都找不到卢米在哪。对啊，我想说都看不到你们呢、啊，是我走错地方吗？我想说奇怪，大家都吵架，怎么大家都分那么开？大家吵架，大家感情都不好，有没有？心结有心结了，因为你们都是一个人分开，就想说奇怪，那个人是不是有问题？其实不是，背叛者模式。是这样背叛的吗？开场就来了，开场背叛，更大的背叛。
740。对，鱼骨髓机爆炸。哇，好的，新东西，嗯嗯，就是鱼骨惩罚一次之后，嗯，挖石头会有1%的几率放烟火，放烟火，你看烟火，就漂亮哟，看起来，我的妈呀，哇哦，哇哦。那这场就玩久一点，哇，20分钟后才出圈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OK。那背叛者两个人。哦。好。两个人，两个人。背叛者好可怜。哎，那会不会谁想两个人都在同一队啊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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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会分开。但会分在哪一队是随机的。嗯。那我们这是旧版，他新版的背叛者还会给那个水桶，但是这个旧版就还没有。哦，啊，新版甚至你那个背叛者会知道自己队伍某一个人的坐标。哦，这是旧的，旧的，所以就没没事。背叛者也太厉害了吧？你是说背叛之前的队友坐标，还是背叛者同伙的？就你蓝队，你会知道蓝队随机一个人的，不是黑队。哦哦，这很强耶，真的。真的，现在这个没有，好不好？就20分钟后出圈，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嗯、那个废矿那里很嗨，好 ，OK， 好、哦，可以去废矿那里玩玩。嗯，随机分队，小熊，秋莎，秋莎，哦，绿了，我又绿了，我又绿了，回到绿色了，都绿了。我今天只有一场不是绿的，只有一场。我今天好像都是红的，我好像都是。20分钟才说没有投入。好，十分钟后才有背叛者，20分钟公布。好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大姐，真的真的好想你。没有大姐。上个月上补习完回家 ，O E O， 又不用动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好容易遇到啊！真的、啊，这次这么容易同一队。对啊。嗯。我们跟团团哈基同队过。嗯。我就是跟巧克力小雨没有吧？嗯。什么？感觉大家围卡，呵欠声，对，这个那个，啊，瞬间移动啊，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没有跳倒数哎、欸，嗯，这是哪里？哦，这场不太妙。我看到露米在天上飞，没有在地板啊。你刚刚这下下来了，很累个吧？你也累个太久。哦、来，坐好了。我就站在你旁边，我看你的手是工作台。够了。反身也是卡卡的，一直飞，一直飞。嗯，我看大家也是一直飞。好了，看来只想开心玩个长久的，这么难，只能快速了，是不是？那只好快点去找人喽。嗯，录个东西会一直消失，好恐怖。欸、有点卡、啊，不是东西都放不上去啊。对。给我个幕府，我记得幕府是这样做，我没记错吧？我玩这么久了，幕府不是这样做的吗？不是吗？上去啊！不是两个木棒上个木材这样子放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还我木稿啊！哎、欸，我挖了三个土，没掉土出来啊！啊，出来了！是怎么回事？这个，啊你没事啦，去死啦！嘿嘿，嘿，哦，下面有铁，挖铁了，呵，挖铁了，
跳跳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样做错了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做了，我拿了很多石头，然后做了一个石膏，他是就把我石头全吃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石膏用量这么大，文涛，啊，对啊，是这样吗？老甘蔗草。等一下，跳跳跳，跳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！我有苹果在地上，有人在附近，是树掉的吧？对啊，树掉的啊，砍树啊，有人砍树啥？我那个在沼泽，哎、欸，我看到沼泽有浮空的树叶，对啊，我要去找人玩了，我这场有点卡，真超卡。有人吗？哎、欸，现在好像有顺多了，顺一点点。哇！完了，我一直被拉回原地，不要拉我，透明人。重灯，他们都有人重灯，要不要重灯看看？我也重登一下好了，真的。哦，弟弟没跑图，所以现在卡。哦。哦。哦，所以因为我们刚刚都看过了，所以这一场没有看。对。不用不用吧，不用重新。很卡吗？有需要重新吗？还好是不是？啊。不太需要。走走走走走！哇，看到你了，打甘蔗。嗯、没有，所以看到你们要去楼上啊？楼上哪里？楼上哪里？你们要去？啊，不是，我刚刚地底挖铁、哦。我说你们要再去找人吗？我们在找人啊。嗯。要好好活下去哦。好，我又要好好自己活下去了，是不是？我带着甘蔗送对方的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这怎么跟上次一模一样？哎呀，等一下做苦力趴就来啦。嗯，哦，我们看到其他人呢。好了。啊，弟弟物资丰富呢。看一下哦。对哦，这一场这边，一边是废矿，一边是那个啊。嗯。你要废矿还是要那个珍怪砖的话，我有稍微记一下那个位置。嗯，有机我们杀一些鸡好了。好啊，啊不就刚刚他这边杀一堆鸡，就这个边啊？有可能哦。鸡不用跳，鸡不用跳。我喜欢跳。好，你喜欢跳。不是有时候我不跳鸡不会死的、欸。哦，靠小雨了，小雨，小雨在杀鸡！哇，你们是超人之间的战斗，让我介入一下，让我介入，小雨，哇，小雨死啊！有人说小雨他们在这附近喽，哦，在这附近喽，等一下哈。好，走。有看到人吗？哦，那种天眼啦。小雨刚刚从上这边走上来的，应该会在这附近吧？哦，这里呢？没有。没看到小雨，不是没看到小雨他们队的人呢？嗯，有人挖东西？我。
你好开心哦，你怎么了？那什么？不是啊，你等一下不是有背叛者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那怎么了？我觉得边缘自己好像不错。如果你才是背叛者，没关系啊。啊，没关系啊。哪里？没关系，你勇敢一点。去上面有人吗？没有。哇哦，哇哇！我觉得背叛者真是我们这边的人，一定会是我们这边的人。感觉很有希望。跟你说，嗯，这边垂直往下挖，就有大密宝了。真的吗？对。你就记坐标、啊？不是，没有记坐标，只记图案而已。哇，你们在那么远的地方了？哦、哪里？等一下我需要去上一点，然后我伸出了哈。没有。啊，需要吃一点东西。有鸡。没有看到其他人。哎、欸，我，哦，没事。嗯。那往下、哦。